Hello, VTV fans from overseas. 我是 Into One 刘宇。最快乐的事是成为 Into One 的一员，很感动，然后也很兴奋。刚成为 Into One 一员的时候，就是觉得这个世界上所有一切的事情都是美好的，因为有一群很好的兄弟一起陪着我，也一路走到现在了。我觉得也是当初的那份初心吧，我觉得大家初心都没有变，所以非常开心。Happy New Year!